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奇招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913集的节目。今天给大家分享 SS114号的 Megatron 啊，它是起源电影里头呢 Megatron 这个人物的最终形态，但是它玩具呢只有做到 Deluxe 等级啊。当然 Deluxe 等级我自己是很喜欢了啊，就是非常适合把玩的尺寸呢。那由于呢非常多的朋友呢希望我赶快开箱这个玩具，那其实我也是今天刚收到了，那就第一时间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了。而我实际上拿到之后呢，它还是有些小缺点，但整体来说呢玩具在就一个 Deluxe 等级来说还是做得非常的可以的，而且是我自己对于 Megatron 这个人物有特殊的偏好，所以整体来说吧，如果你心有余力，我还是建议你可以把它给带回家的。那我手上这一款的最大的毛病就是它这个头在变形的时候呢容易搓掉啊，不晓得为什么的话呢它很容易去滑出来。那讲到头的话都必须要提到，由于变形结构的关系呢，它的这个人物呢有一个可以低头的关节在后面啊，哇靠，这个人物可以低头的话呢，这个简直是帅气程度会增加非常的多。那我们观看这个头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面雕是不是做的有一点点的稍微有点过老了还是怎么样，它这个脸部的话呢这个地方有一个造型凸出来这个部分啊，眼睛的血红色是很好看啊，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帅，但是我觉得吧似乎是过于成熟沧桑了一些些。那肩膀那个弧形的话也很好看，如果你配合低头的话呢稍微切一个角度，你会发现呢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传神。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打光的效果，这个是面光的感觉，那这是背光的感觉，哎，是不是特别的不一样啊。我今天的话呢就是特别把这个光的话呢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布置，希望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感受了啊。那玩具的头胶部分呢出乎意料之外，可以说除了屁股后面这个地方呢是空的之外，其他地方呢居然没有什么镂空的位置啊，也是可以值得嘉许一番的。手臂的平举的话呢，由于这里有个开口，轻松能够做得到。那这个玩具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它身上的关节松紧的程度呢不太一样，像我的这一款这个球关呢非常的紧啊，我上了一些细油啊或者叫硅油之后的话呢状态有好上非常的多。而它的拳头的话呢由于会变成履带的关系，拳头的外侧呢是这个履带的造型，那看上去的话呢是有一点怪了，不过也还在接受的范围吧。那手部的话呢由于变形的需要呢可以有一个双动关节，那转动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幅度的一个表现，你看这个大枪啊可以握到后面这样子。那么另外的一个小手炮的话呢，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把它塞在后面这里，但是我觉得还是把它放在手上吧。腰身的转动在这里，那腰可以360度的转动。那人物的腿是很长啊，这符合电影里头的一个设计，外摆内收啊也是有的在这里。然后呢膝盖的话呢它平常这里会去卡住，你要掰的时候要用力掰啊，这个是确实是有点恐怖了，大概掰到90度啊，我也不晓得它，但是如果你说怕去磨损的话呢，我觉得你就平常不要把它扣紧，保持一个松弛的一个状态也是可以的。那脚踝有一个接地啊，前后的话呢都可以有一个可动的幅度。那么看到一个背后的背包的话呢算是还原电影里头的造型吧啊。后面这两管小枪呢你也可以把它拿下来握在手上来都是没有问题的。以人形状态的表现来说可以说吧，大概除了没有银漆啊，身体没有像电影里头那么样的反光的涂装之外啊，人物的一个完成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已经是做到非常非常非常高了。那我们的话呢就来示范这一款 Megatron 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首先的话呢它的手部后面有个凸，你可以把这个拳头呢翻转手臂翻转180度之后转到后方来跟这个地方做一个组合。组合之后的话呢或者是组合之前的话呢先把它这个履带呢给转到一个要同样的一个方向，然后呢再把它给扣上去啊。另外一侧呢也是一样的，你也可以先把这个手臂转到后面啊，履带的话呢转到同一个方向到这边来，然后这个双动关节稍微对一下把它给扣进去。那头部的话呢是这里把这个地方给打开，这个胸口给打开，这个整个部件待会往下放。头部的话呢可以反转180度，这个头很容易去碰掉啊，至少我这一款是比较容易去掉的了啊。我们就把它给它的这个身体是这个样子啊，头部的话呢上面这一块部件啊在人形状态下是贴在后面，变坦克的时候是把它整个翻到前方来啊，就变成翻成这样子。那上方的这个炮塔的话呢待会的话呢再做一个转动就行了。手臂的话呢先转到这个地方做一个预备，这里有两个洞，左右边各有洞，这两个洞的话待会要做一个结合的。那这个炮塔的话呢你愿意的话先把它转正好了也可以了啊。那腿的话呢先把它给两侧给打开，那这里的话呢可以先把这个部件给放下来，放下来的时候呢这里有一个倒钩，然后跟这个凸去扣在一起，
OK， 第一次扣的时候会咔的一声非常的响亮。那脚的话呢，可以把它从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去折一个，打开，这里也是一样的，打开。好，到这边，然后呢，外摆内收，反转，反折，反折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原本的这个人物的这个腿部这个甲胄给打上去。打上去之后的话，这里有一个横向的一个凸，它跟这个甲胄侧边不是有个凹槽吗？两侧都有啊，待会要扣在一起，这样子把它往后面推到底，然后推到能够扣进去为止。好，扣进去了，然后后面这个地方呢挑出来之后呢，这里脚掌这个部分呢往这里推，这里要稍微用一点力把它给整个卡下去，整个变成一个平的，然后再把它给转过来，转到这边之后的话呢，到这里的话呢有一个倒钩啊，一样要卡进去这里头，那这一侧的腿就算 OK 了啊。那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你可以把它推到后面，那你也可以先把这个部件，记得这里的话要先把它整个给打平，这样子旋转它不会干涉，这样下来，那这个一样往下推到底，这个部件的话就往下面扣下去。那这个腿部的这个外甲胄的话呢，它有两个地方要扣，就是这里一处，它推的还不够后面啊，整个再推后面一点。好，它就是一处在这个跟胸甲做一个结合，另外一处就是跟这个脚底板这个地方去做一个结合，卡扣扣进去。那最后就是把这个手部啊从这个地方转上去，跟这里凸跟凹做一个结合，扣上去。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从这里由下往上把它给怼进去就可以了。好的，那么这个的话呢已经差不多快变完，最后就是把它的这个炮，你可以先把它的这个前方的炮这个地方给组合起来啊。对了啊，这个虽然它号称是最终形态的 Megatron， 但是它的炮呢却在人形状态下呢是一个单管，而不是一个三管式的啊，比较可惜。那扣进去的时候呢，就是这里有一个洞啊，扣进里面有个这个炮管的话呢，把它给稍微捏紧一下，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完成了我们这款 SS 114号的一个变形过程了。那我们在看到它的坦克造型之前的话呢，我先跟各位讲一下它上面的这两管小炮。这两管小炮呢，按照说明书的一个说法是要扣在侧边的这里的，但是我觉得扣侧边呢并不好看，而盒子的后方的话呢，则是让我们扣在炮塔的上方。那我自己觉得是扣在上方会好看很多，因为它扣在上方这里的话呢，有一种电影第二集 Megatron 的一个坦克车啊，也是有两个副炮在这个炮塔上面那个感觉，我觉得这是好上很多的。那作为一款坦克的话呢，它的炮塔呢是可以360度的转动的，甚至你可以把它拆下来都没有问题。然后你还可以看到我们的 Megatron 它的头就在这个地方啊，感觉就是一个暗中观察的感觉。那这个炮塔的话呢，上下也是可以动，履带的话呢当然是不能转动啊。下方呢也没有附带可以动的轮胎给我们啊，所以它这个你要推车如果平滑一点的桌面也是可以做一个运转的了啊。那么坦克的形态呢，它的一个前方的履带就是这么样的一个长啊。先前的话呢要给大家做过这个是一键变形的一个 Megatron， 你看它这个前方啊履带确实就是这么长是没有问题的，看上去的话呢还是颇有碾压一切的那种气势的感觉了啊。那尤其是这个三管炮啊特别多，一定要在上面，我觉得这样子气势才够足啊。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这一款 SS 114号的 Megatron。 整体来说啊，我自己应该对这个人物的话呢有特别强烈喜欢的光环，本来加分就会加很多的，而且它变形成坦克，说实在话我还是比较喜欢变形成坦克的 Megatron 了啊。变成手枪的话呢这个因为现在好像法令也不太允许说可以变形成手枪的玩具了啊，那坦克的话呢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整体来说呢我还是蛮喜欢也蛮推荐这款玩具的，而且它只是一款 Deluxe 等级而已，价格也还在我能接受的范围了啊。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一个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